让观众朋友们看一下我这条两条小马犬，啊，这属于黑黄马犬，一公一母，这条是公犬。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嗯，这条是母犬，来走。哎，今天不咬了，平常咬了劲大嘞，可能这个庄不适合它的口味儿，这是。来来来，啊，这是个母犬，非常非常那个黑熊，啊，来来来。好，大家可以细致的看这看一下这两条小马犬的头斑，啊，这是一条公犬，这是一条母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它们的力量非常大。吃的也非常非常不错，这是一条母犬，大黑熊。好了，来来来来，这条公又蹦出来了，这条公非常淘气。好了，来，母犬不错。好了，来来来来，好了好了，行，好，好了，他们的胆量非常大，这么高的三轮车它就敢跳。尤其这条公犬的胆量非常大，这条母犬的胆量没有那么大。这是属于是黑马跟黄马配的，这新疆姑娘非常，它的背部非常黑。来来来来来，又跳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行，好，你想蹦了吗？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的关于这两条小马犬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，啊，又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，谢谢大家，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